毒液坏小子，今天我们来比赛爬这一个高塔。大王哥，这个高塔不好爬吧？没有什么不好爬的，就从那里爬上去。我要爬上去。就给你放不好爬呀、啊，撞疼了。大王哥，你们要干啥？我错了呀！我们比赛爬这个玩意儿，是不是疯了？你就不能找一些正常的比赛吗？你说的没错，这一个高塔确实不好爬，所以我打他两下，只要把它打塌下来，我就可以爬上去了。大王哥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怎么能打下来吧？这是钢铁。别害怕，我有大铁锤，我用这个大铁锤就可以把它打塌了。喂，大王哥，给我试一下呀！来，给你！打晕我了！打了9981天，终于把这个塔给打塌下来了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这下我就可以直接跳上去了。大王哥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都塌了，还跳个毛呀？哎，你说的没错，塔都没有了，我们还比赛个毛呀？不比了！喂，大王哥，你不要这样呀！想不开也不用跳海呀！一边去吧，谁要跳海了？我只是来看看海景。哦，原来你不跳海呀、啊，这就好。我还以为你想不开要跳下去了。算了算了，你这个毒液坏小子，不可理喻，让我安静安静。